过来，把离婚协议书签完了，我就会使去找雅欣，家己还佫有囡仔，才回来啊。等下黄英理哦，把这离婚协议书签好了后，那安尼，咱下家就当正式拜托伊啊。从此以后，咱佫唔免忍受伊的名，佮咱下家有任何关系啊。唉，我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。啊，唔知道要有甚物办法吼，叫我都佮请走。社家讲嘛，恁都有灵蛇，爱保庇哦，千万哦，唔通有这个妖魔鬼怪哦，我继续在咱社家，赶紧给赶离开。我要来便宜照顾妈，顺手甲妈讲，我要跟阿丽离婚的代志。好了，我做你去。虽然当初妈一直希望你甲黄英丽结婚，也唔过经过遐尼侪风波，我相信妈伊若知影，你该讲要离婚。你一定是真心的啦。我来感觉子琪的心情敢那无介外好，伊对迄只鬼子嘛还佫有感情。那有可能，我看子琪心情无好，迄是因为雅欣还佫是唔肯原谅伊，唔肯当阿姐家啦，绝对唔是因为对黄英丽还佫有感情。啊，当雅欣当然嘛无可能回来，你也不想看卖，恁母啊吼安尼七只五白迄个型啦，啊伊若一回来，哦，我搁啊忍受大家迄个情形，迄个感觉足艰苦的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恁妈吼即马倒伫遐，搁算乖啦。哎，是讲万一吼，啊若雄雄安尼吊起来，哦，雅欣毋着足吃力的，所以恁母也无可能回来，伊咪哪有可能回来啦？阿姆啦，我只当咧讲呀。我认为讲你改变足济，阿妈拍算要甲我妈和解啊呢。啊是安怎即摆佫讲甚物吊起来？即款话真正足歹听诶。我是有心无嘴，啊不是，我是有嘴。妈，欢迎欢迎。我甲恁讲哦，我拄只伫护肤中心拄着过几万呢。伊遐伊遐做 SPA 做美容，哎呦，我娘嚣掰呢。伊在上面是洪洞杰啊，啊是安怎安尼四个牙齿佫要这样爽啊？你去做 SPA 拢免搞纠结，我嘛想要去保养一下呢。好吗？这不是我的重点呐。重点是我有听着伊讲伊要去艺术品拍卖会，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足奇怪啊。我就先去找画展问个清楚啊。黄艳玲这果子狸啊，自头到尾就无艺术细胞了，哪有可能参加什么艺术品拍卖会？我看伊百面是去洗钱，在艺术市场内底啊，好真侪有心人去利用。我看你应该洗哩。提供一个钱洗洗出，这件代志确实真奇怪。伊的财产已经去用冻结啦，买了有钱，通去参加什么艺术品拍卖会？伊倒位来的钱？星星